我们整个江寒区、十条街道全部参加了那个我们这次的那个活动。我们花了水塔街呢，参与了非常多的作品。这幅作品是启慧幼儿园的小朋友制作的一幅画。它这幅画采用了很多方式，它有那个水彩，还有彩铅，还有颜料，还有这个剪裁。我觉得这幅画是非常精美的。 这个作品系列是叫“投绘地球村”，当时这个时候刚好那个提出访问的那个沙特阿拉伯，这个时候正是那个国家提倡那个“一带一路”这个思想，所以我就想了这个画这个地球村。现在这个展出的作品有18幅，这18幅我用了3年的时间。 我们学校墨香阁社团的6位老师参加了这次的书法作品展，既有篆书，也有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。我本人书写的呢是3首描写东湖美景的宋词，然后它体现的就是武汉美丽的自然风景，表达我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热爱。今天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觉得，武汉以我们为荣，武汉以我为荣。